夜蒲三三点熄晒啦，战拿巴比激战船 P 啊！各单位注意，夜蒲三军事演习开始。35艘，足足35艘高战斗力军舰，沉喺西贡海面大晒啦！如果你有贫血，就唔好再睇落去啦！主力立出场，香港制造，级数最高。除咗备有大杀伤力长程导弹，仲有先进鱼雷，前后上下都咁有睇头嘅。因为会流汗啊，湿水流汗，都已经贴晒胶纸噶啦，其实都流汗就啲胶纸都融啦。佢虽然级数唔算突出，但破坏力出奇地惊人。反而原本好有料嘅佢，就冇发挥到预期嘅效果啦。战斗力减半，唔靓咩？呢套俾啲唔同嘅观众睇啊嘛，同埋都几靓啊呢件。有时候一定要火力猛，流线型都好紧要噶。船名高唔代表战斗力低。孤两豪一样具备杀人武器，有咁多实力强劲嘅海军，夜蒲三一定可以成功抢滩啦！